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雪。今天呢，又是我们的吃肥时间。身为一个曾经每天都要喝手摇杯的人，当然对各个手摇杯的味道非常的熟悉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大胆的企划，我们今天要来盲测，看我闭着眼睛能不能准确的分出哪一家是哪一家。我们今天收集了西门町六家有名的饮料店，慈溪的鲜奶红茶，它店面比较少，可是它的饮料很棒，个人非常推荐金萱鲜奶茶。先查到的红玉拿铁。先茶道是从南部上来的饮料店，以前在高雄很喜欢喝。尼克夏的伯爵红茶拿铁，尼克夏他们的牛奶非常的好喝，我很喜欢。接下来是乐发的红茶拿铁，乐发水果系列非常真材实料，可是价钱也很贵。清新的鲜奶茶，清新的鲜奶茶一看就跟人家颜色不一样。最后一家是五十岚的红茶拿铁，这个就是老字号啦，老字号。我们今天要一口气盲测，我大概有七八成的信心，我可以分出来。来准备一杯水，大家可以漱口。等一下 ，Claire 会把饮料的顺序打散，就要戴上眼罩来盲测了。这边为求公平，所有的甜度我们都是半糖去冰。来吧，我非常的有信心。因为每一家的他们的杯子，有些是纸杯，有些是塑胶杯，他们的形状是摸得出来的，所以等一下会由 Claire 来喂我喝。第一杯，这边味道不太一样，我先猜它是乐发或鲜茶道。第二杯，哦，好甜哦，这一定是那个啊，清新啊。甜到炸裂，它是清新，它一定是清新。刚好，我也猜太快了吧？这是水吧？哪一家这么淡呐、啊？我想再喝一次。超淡呢、欸！第三个真的是水，好淡，好淡哦！天哪、啊，第三个现在想不出来。第一个，我现在觉得它是慈溪。因为慈溪的茶很好，慈溪清新，不知道。好，第四个，是不是米克夏？第五个，啊，这味道好奇怪哦，好奇怪哦，再喝一口。好奇怪哦，它没有奶味，也没有茶味，然后它的去冰是里面最不冰的。最后一个，这家也好甜哦，超爆甜耶，这应该五十岚吧。我想一下哦，第一个慈溪，第二个清新，第三个现在不知道，第四个米克夏，第五个也是，第三个跟第五个跟都淡的跟水一样，不知道。第六个是五十岚，所以三跟五，一个是三跟五，一个是乐发，一个是鲜茶道。三我可以再喝一次吗？鲜茶道他说他是红玉红茶拿铁，所以他应该要好一点才对。好像更难喝，是五号好像更难喝。红玉红茶拿铁，所以它应该要好一点才对。好，我现在有答案了。一号是慈溪，二号是清新，三号是鲜茶道，四号是米克夏，五号是乐发，六号是五十岚，对不对？全对，应该全对吧？我蛮有信心的。来得罪厂商时刻来，我错了三个，哇，这是乐发哦，这是乐发。我的慈溪，这三个对了，就是爆炸甜、爆炸甜跟米克夏。哎、欸，我竟然错三个，慈溪。它真的没味道哎、欸，慈溪哎、欸，很淡哎、欸，真的。那所以这杯是乐发吗？它的茶味很重，真的是很重。我竟然错三个，答对只有一半。我先说一下我的感想好了。我喝到第一杯乐发，第一杯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它的茶味非常非常非常的重，
就是很茶。第二杯的时候，它的甜很甜，它的甜带有一点蜂蜜香，就是清新，清新很爱这个味道。第三杯，我真的觉得它超级超级淡，淡到不行，没什么味道。因为米克下是伯爵红茶拿铁，所以它的伯爵红茶味道比较明显，一喝就会知道。再加上米克下牛奶比较好辨别，它有一个比较甜的味道，可是又不是死甜味，所以米克下很快就可以分出来。然后这鲜茶到这个日月潭红玉拿铁，我真的喝不出来它的红玉红茶在哪。红玉不是应该蛮好喝的吗？怎么可以这么淡？它还要60块，50兰的就是很甜，它的甜就是一般的甜，所以就是50兰。我给这两杯分数非常的低耶，可是这是我爱的慈禧耶。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没办法收尾，怎么办？我本来预想我会全对，这两杯被我选为很淡，然后我觉得最不好喝的这两杯是这里面最贵的，这两杯都要60块。这杯味道真的很奇怪，是不是茶煮坏啦？我怎么要多得罪一家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们今天那个测验结果呢，就是我可能饮料喝的还不够多啦，对，我们再练一下，饮料喝的还不够多，没有办法分出每一家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怎么办？我再也接不到饮料厂商，也没有接过，要惩罚吗？惩罚什么？惩罚我把这些全部喝光，自肥吧。我们今天这个蒙眼盲测结果是失败。我这 AKA 西门町手摇杯女王这个称号，我们先把这个称号放下来吼，我自己加上去的称号放下来，这個、之后修炼完成之后再来比一次。外差一个来宾，哎、啊、有知道是哪两个可以猜吗？不能啊，好难哦。第一杯，我觉得是清新诶。第二杯，可是我没有喝过慈禧的。哇，好甜哦。这是50兰的糖的味道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要喝第三杯吗？好啊，再一杯。来，好难喝、哦，这我不知道什么，有什么选项？我们有乐发慈禧鲜茶道、50兰米克夏。鲜茶道，好了，我猜完。你猜完了吗？嗯。那我跟你说，你选错。那第一杯是什么？第一杯是慈禧，第二杯是清新，第三杯是乐法。太好了，好，再见、yeah. 再见。找了一个同事来验证一下，证明我还是不错的吧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盲测影片了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有什么想说的话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栏告诉我们，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最后我要给今天的饮料6个字，水。水。